艺术大记第七章，一战结束以后，在波斯王阿达瑟瑟的年间，有一个艺术大，伊是西莱亚的子，西莱亚是阿萨利亚的子，阿萨利亚是希列加的子，希列加是沙龙的子，沙龙是撒杜的子，撒杜是阿希顿的子，阿希顿是阿玛利亚的子。阿玛利亚是阿萨利亚的子，阿萨利亚是米拉约的子。四十，米拉约是西拉希亚的子，西拉希亚是乌西的子，乌西是布基的子，布基是阿比苏的子，阿比苏是腓尼哈的子，腓尼哈是伊利亚撒的子，伊利亚撒是大祭司阿伦的子。六十。这个艺术啦，对巴比伦上来，伊是敏捷的文书，通达亚华以色列神所享受摩西的律法，王应准伊一切所求的，是因为亚华伊的神的手帮助伊。七节，阿达瑟瑟王第七年，以色列人这些利未人唱歌的、过门的、尼提灵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五月。以色列到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伊对巴比伦起身，因为伊的神是因的手帮助伊。五月初一日就到耶路撒冷。十节，以色列已经决意要讲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搁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十一节，这是以色列是通达耶和华诫命。甲上述以色列的律例的文书，阿达瑟瑟王赐予伊如此，顶面记着讲，列王的王阿达瑟瑟寄予这些以色列通达天顶神的律法大德的文书文本。住伫外国内的以色列人，这些利未人，今若甘心上去耶路撒冷的，我下令准因甲你三甲去。十四节。王甲七个牧师，既然找你去，照你的手来新的律法，查问犹大甲耶路撒冷的境况，搁带金银，就是王甲牧师甘心献乎带伫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神的，也带你伫巴比伦全省所得到的金银甲百姓，这是欢喜献乎耶路撒冷因的神殿的礼物。十七章。所以你得用这些金银，赶紧买工具、干米油、米油啊，甲当献的素祭、殿祭的米，献伫耶路撒冷恁神殿的大殿。所出的金银，你甲你的兄弟看作怎样好，就安尼用，总得照恁神的旨意。所交予你神殿内露营的器具，你得交伫耶路撒冷的神的面前。二十节。你神殿内若要有欠用的经费，你通对王的户口支出。第一站，我阿达瑟瑟王阁下令予何西一切管户口的官公，通达天顶神的律法的文书，这是意思啦。无论对恁讨什么，恁都紧紧的备办，就是银到一百塔连德，麦到一百牛尼，酒到一百巴德。有够一百八的盐无限额，也得予伊。第三节，今日天顶的神所命令的，得为着天顶的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什么予想起临高王甲王正经的国啊？第四节，我阁命令恁，今日这些利未人唱歌的、过门的、甲尼提灵、甲伫神殿做车用的人。唔能受因的进贡，关税之牛。二五节，意思啦，都照你的神，修饰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设立做事师、审判官，治理何西的百姓，和因教训一切无明白神律法的人。既那无遵行你神的律法，甲王命令的人，就得紧紧定伊的罪。那是地势，那是穷军，那是没收财产，那是关落家。二七节，意思来讲，要花咱立祖的神是应该学落的，
因为伊和王起这个心意，收拾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各地王甲牧师甲大能力的军长的面前，是因乎我，因为耶和华我的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到勇敢，对以色列中聚集首领，甲我三角上来。